各位观众，今天呢天气蛮好的，所以呢决定帮他们洗个澡。那洗澡前呢，就能吸给他搞洗吧。哎，不要再打架了哦。掉底，那大家阿公来吗？哎，不可以，不可以打架，好不好？相亲相爱，相亲相爱，你相亲相爱了，听到没有？大大又一个过肩摔了。哎呀，好，就我一直吃奶吃完再睡，刚刚被捆了。好啊，那别怕，就走，那就走，掉，耶，去劝架一下，快点。劝架一下，你们现在看到的是两只鳄鱼哦，现在正在互咬的状况了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画面，尤其是在我们台南御景的乡下呢，可以看到这样鳄鱼互咬哦，这画面非常的难得，而且这品种呢有点特别哦，腿都特别的短，喝好啦，好了，不要再乱咬了。这两个司机呢？哎，脚脚在劝架，脚脚去劝架，脚脚劝架。哎呦，脚脚真的要去劝架了哟、哦！还是他想加入？脚脚劝架，耶耶耶！叫你儿子不要乱打架，耶！去吧去吧。啊，没那个，大大，脚脚去劝个架，耶！哟、哦，那五位喝阿公哦，笑脸嘞！哎，才刚讲完，爸妈才刚安抚完，你们又打架。啊，你爸爸刚刚得饶人处且饶人哦，你看有听到哦，一样的哦，听爸爸的话，待会啊，这叫狗爷，他个怕人哦，啊要洗澡了呢，就叫你先好不好？先等我妹把那个浴室整理一下，啊这三件哦，先给你吹冷气加吹电风啊哦，电风我送一个啊、哦，来，哎呦，我老爷叫送啦。哎呀，忙个爬，你忙个爬！哎呦，我、哦、难得看我妈的床，这是林妈妈跟我爸的床，哦，这个是他们的凉被啦。哇、哦，那鬼也勇敢，这样整个床组看起来是蛮可爱的哈、哦。哦，看我母啊，六十几岁啊，困这完美嘞，少女心，哎呦，拍到我都忍不住翘小指了。安怎啦？啊，不，你先玩玩具好不好？反正又还没有要开始。哦、还没开始就先咬娃娃啊，就先咬娃娃。哎呦，舅舅也要哎，舅舅给耶。我、哦、那大大力不要抢爸爸的玩具，不要抢爸爸的玩具，来，舅舅一起玩来耶耶来舅舅。哎呦，难得看舅舅也在咬娃娃，哎呦，舅舅也要咬娃娃啊，大大力卖两给，这你跟爸爸一起玩耶，舅舅耶。给我！哦呦，舅舅咬走了！哦，舅舅在玩呢，舅舅在玩娃娃。大大，你不要扯你爸爸的后腿！哎呦，哦，你精神很好呢，舅舅。哎呦，多多在咬爸爸。哎呀，多多要靠着爸爸啦！哦，误会了，因为全世界会咬爸爸的只有这个不好干而已。多多刚刚是要跟舅舅一起靠在一起，就是那种很浪漫的画面。结果舅舅呢，可能是常常被大大咬，哦，所以。舅舅新来，舅舅走，进去啦！卖点 game 而已，进去，眼上对焦都模糊一样，进去，进去啦！整个对焦都模糊了。进去啦！过来，怎么对不到焦？哦，好，焦段回复了。啊，大大，您等一下啊，您两个人搞，等一下哦。那你爸爸先，他们先把它淋湿了，然后我们在这边呢，来陪一下。多多要不要一起玩？要不要一起玩？啊，哦，大大做个勇气呢。你为什么会发出一种奇妙的猪叫声？大大在冲啥？大大，你到底在冲啥？那搞不懂你耶，很多时候都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。啊，多多在后面帅就好了 啊，你在后面帅就好了啊。今天天气那么好哦，你们身体呢刚好有一点臭了哦，那刚好就这要帮你们洗澡，你们今天就一起洗。好，那我们，哎呦，看到我的九老爷探着一颗头。来，你看过去一点，哎、欸，不要出去，嘿，您今天，先关起来，每个人洗澡方式不同哦，然后
你在冲啥会啊？哦，我不知道讲什么，就是每天看他这样子啊，他开心就好了哈。这个脑袋坏掉的狗狗呢，其实我们要给他多一点关心呢。啊，丽蕾，你等一下洗完澡来玩石头好不好？再来去散步，好不好？哦，好哈，好哈，好哈，乖哈。你整个头拢嘴烂，你甲大大是安怎算的？嗯啊，啊，白痴在讲你啦，你舌头坏掉了，你知？啊，大大又想玩了，奇怪，为什么今天的 DV 对焦都那么慢？你想干嘛？你舌头坏掉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要等我拿这个娃娃，他要跟我玩。你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，你后退一点，后面退，后退一点。哎、欸，还没啦，游戏不是安尼算的啦。多多在找他爸爸哎、欸，我跟你讲。等一下，给我啦，给我放开！哦，休了哟，休了哟，耶！现在已经六分钟的影片了，还没有狗狗洗澡的画面。现在我妹洗澡，因为怕狗会乱喷，所以现在就关起来。我们现在呢，今天的模式比较特别。以往呢，我们都是那种会一边洗澡一边这样左右互换哦。但是今天比较特别，今天就是洗澡的就在包厢里面洗，好不好？然后而且呢，我每次哦，我只要拍这种狗狗洗澡的影片，然后我标题只要打高清无码洗澡秀哦，只要有这几个关键字 ，YouTube 呢就会把我的广告锁起来，他就觉得说这个是不宜大众观赏的。影片，每次都这样子，没有唯一，每次都是这样子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想我的标题哦，把它打得比较阳光青春一点，这样子应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哦。就像我们多多跟我一样哦，我们都是走阳光青春派的。啊，像这不好啊，这个公公啊，啊我公我终于抢到了，哎呦。哎呀！钓到鳄鱼了，钓到了，钓！不要甩，不要甩，不要甩！大大，你怎么这么爱玩棒状物、条状物？这是很长的，大家都好像蛮喜欢的，对吧？对吧？安娜，大大，你爸爸没有看到爸爸洗澡，你今天很孤单哦。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呢，洗完以后呢，你爸会帮你舔身上的水，好不好？好吧？啊，大大。你在偷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状况。哎呦，我们的老爷现在洗到一半了哦，我们可以探出头来给大家看一下哦，这个尺度就好了。啊，三回啦！三回，你看我干嘛？你去后面跟多多玩了吧？然后我有点累，我坐下来休息一下。啊，大大，我在休息。Hello， 安娜。所以他的脸都是尿啊。他的那个九九的那个线中间这一条白线哦，这一条常常都会被那个大大跟多多尿尿，所以呢，我妹在洗的过程这一块就会加强一点，然后就是通常都会洗的比较干净。那因为三只狗狗里面呢，只有大大的头花比较宽。好，大大头发比较宽，所以他基本上大大会暖，就是暖他的背部比较多。但是他头为什么会黑黑或者有的时候黄黄的呢？大部分都是客人摸的，就是大家都会摸他摸头，或者是我们自己这样手脏脏这样摸。然后有的时候可能玩球有没有？我就拿着球这样丢啊，丢完手就有口水啊，还是摸。所以大大的头发呢比较容易黑，因为他头发比较开。啊，你们等一下，爸爸哈、啊，啊，你爸爸在洗澡啊，你们两个在这边慢慢等一下、哦。本来今天想要带小屁桃过来的，但是他刚刚在店里喝奶喝到快睡着了。哦，大大也快睡着了呢。哦，再等一下。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我、哦、喉咙好干哦。多多被困你了，多多快睡着了啦。哦。吹冷气再吹电风扇，然后这种天气就是爽。
虽然现在早晚的温度哦已经有一点温差比较大哦，但是呢，在预警来讲，只有深夜的时候呢比较凉一点。哦，我深夜的时候带壮壮出去散步呢，穿着吊嘎，有一点凉凉的。那其他时间呢还是热，非常非常的热。哦，你又在暗示我要拿这个娃娃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要摸你的头而已。哦，你今天难得哦，这样不会暴走，这样很好。哦，你看这样乖乖的，不是很可爱吗？哦，你再看一下你这个脸。哦，你看，你不要看大大肥肥的哦，但是他的脸颊肉呢还是薄的，不好捏。多多的脸颊肉比有快要接近九九的脸颊肉了，九九脸颊肉是最厚最好捏的，但是多多的部分，因为可能常常有在咬球吧。哦，所以你看他的旁边那个我的手指，他旁边这个脸颊肉呢，其实捏起来是厚实的，好捏的。但是大大的脸颊肉都是皮啊，因为他平常呢也没在运动啊，只有吃。但是大大其实也没有吃很多，然后都比较爱讨零食吃，不然的话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胖的。就每次要散步的时候呢，大大都会狂吞饲料这样子，然后就变跟他倒钩啊。多多是有在运动，所以他脸颊肉比较厚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呢，第二批的就是我们的林金多了。但是我现在发现了一个有点尴尬的问题，就是我的喉咙呢感觉有一点痛，所以我没带水，然后刚吃饱吧，就是现在有一点讲话喘不大过气的感觉，所以我在想哦，等一下九九出来。我们就这个今天洗澡的影片就大概这样就好了，因为我觉得我可能等一下要去店里喝个水，我今天忘记带水，我喉咙讲到有一点点痛，不是不舒服，是有点痛。那当然呢，我相信很多粉丝朋友说啊，你放着就好，不要讲话。但是我说真的，不讲话很无聊啊。我们的那个直播呢？特色就是要有一个旁白，知性感性的旁白啊，然后一个说话非常唠叨，一直讲话讲不停的旁白。所以哦，我们等一下九九结束了，我们就出来，我们就结束直播好不好？我让我喉咙休息一下，反正他们洗澡大概都是这样长这样子啊。然后加上我妹洗澡，她习惯关门，所以你们也看不到什么洗澡的画面哦，也没什么好看的。我毛巾那边用哎。啊，我们老牙出来啊！哦呦呦，开始磨床眼了，开始磨床眼了。哦，爽哦，爽哦！来，多多来，多多，换你的来。换你的，来。换你的，来。过来。门没关哦。过来，不要给他叫，别吹烟。来，过来。我开冷气呢。哦，好了，进来来。多多来，快点，过来。过来了，耶。换你的，换你的。对啊。进去啦，卖你啊，那科鲁啦，你大概拢安那心细，无人咧看啦。耶，进去，进去。啊，九九呢？我要来帮九九擦澡了哦。那我们今天的洗澡的画面呢，其实就简单一点，反正主要就是让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在家里面的就是洗澡可爱的样子，洗澡前可爱的样子就好了。好，我喉咙有点痛，我现在要结束这个影片了哈。好啊，大大买新的毛巾不要滚，洗囡仔听了没？好，感谢各位收看哦，拜拜。洗囡仔不要冷啊。